那么想过来。啊，是。给林哥。哎，你别来。皮啥？听吧。总裁，伞来了。哎呀，顾少这个护花使者实在是没得说。总裁，我看您恐怕胜算不大呀。你再说一遍。不是，顾少是从幼儿园时代就有女朋友的人，追求过的女人比《红楼梦》里的还要多，追求女人的方法比贾宝玉更为厉害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追李艳淑了？董事长说的呀，他都告诉我了，让我从旁协助。是，我是要追李艳淑。我顾晨泽想做的事，从来就没有办不到。啊，总裁，您真的打算要追李特助啊？您不是有喜欢的女孩了吗？您喜欢的女孩难道就是李特助？居然喜欢的是黎特助，早知道那天我就不该跟他说那些话的好吗？我干嘛要说啊？你说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。总裁你好，那天我就是很随意的聊聊天而已。坐。高秘书，你中午也在这吃啊？是啊。我要一杯美式就好了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食堂那边人太多，在这边呢效率还能高点。万一总裁要是有事叫我，我好随叫随到。哎，连秘书的午餐时间都要占用，他好变态。谢谢。你简直就是知心大姐姐呀！高秘书。嗯，太夸张点了。你是总裁，总裁这个以前就特别的凶，之前很好，最近好像突然变了，知道吗？谈恋爱了。昨天晚上，他居然为了那个女人跟别人打了一架。我比你还吃惊啊！我跟总裁认识这么久，除了上次他跟你在酒吧差点为了你跟别人干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脸上挂彩。你说像他这么冷静、这么冷漠的，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去跟别人打架？我实在是很想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何方人士。李德柱，你说到底是谁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哎，也是，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哎呀，太奇怪了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最近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跟总裁在一起，没见她接触到什么女人。我听说她跟这个女的还亲了嘴了呢。你连这个都知道？他告诉我的呀。他连这个都告诉你？他并没有直接说，但是凭借我敏锐的洞察能力、高超的分析能力，我一猜就是。你帮我分析分析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我看总裁这么遮遮掩掩的，我知道了。
不会就是……一个有夫之妇。是不是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觉得极有可能。总裁居然喜欢的是李特助，我还说他是什么有夫之妇啊！你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我是突然想起了我要去买点东西。总裁再见。这是什么？恋爱宝典。你拿一个糊弄白痴的书给我看。总裁，不要这么说自己嘛。总裁，我刚刚认真反思了一下，发现我曾经说过一些话，没准儿、大概、可能、也许对您会造成一点点点的影响。为了弥补，我特意买了这些书籍，同时我还针对您的个人情况为您量身定制了一份约会清单。我是没谈过恋爱，但不代表我不会。你是不是对我没信心？从小到大，我想做的事没有一件做不到的。哎，总裁，但是做得到和做得好是两码事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好？好吧，既然您这么坚持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可是已经很努力的试图去帮助您了。以后您要是不小心失败，或者是意外失败，或者是注定失败，那就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总裁，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，您的对手可是情场高手加情场老手的固守。我跟李晏殊从小可是青梅竹马呀，我深知他的喜好和厌恶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是彼此的初恋呢。我们有很深的感情基础。Michael， 你告诉我，你是聪明人，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谁占优势？被淋着了，哎，你别来，来披上，对吧？恋爱的靶子第一条，找到适当的时机，用进对方球，然后等着艰难一点。